粉丝见面会展现花美貌的 TWICE MONO。 新闻，粉丝见面会展现花美貌的 TWICE MONO。 总是展现各种发型的 MONO 这次变身为黑色的短发造型。本月10日 TWICE 在粉丝见面会上与粉丝们见面，当天 MONO 以黑色的短发造型登场，让大家为之惊艳。十，在这一天 MONO 散发出高傲冷酷的气质，看到照片的粉丝都觉得真的是太漂亮了。 MONO 从粉红色到金色尝试各种发色，但这次黑色的短发造型非常适合她。让我们来看，MONO 让人诱发短发病的新造型吧。四。